当时呢，我出去买东西去了，一些生活用品呢，刚刚出去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，回来之后房子就被强行给扒完了。这是你家客厅是吧？这是房间，客厅在这边。这都是药品。哦，你是做药材生意的？对。那这次损失多少钱呢？你这个？这光这边药品都价值6-7万以上，还有一些酒啊，我的家里用电视机啊，还有一些电器、家用电器方面的，还有生活用品都买进去了。你看我现在大冷天的，我在穿一个单衣服，穿一个这么薄的单衣服。他是那个武汉扛发集团做那个从洋楼到汉口那个快速通道，然后他们单位也没有派人出来跟我们谈，就是说委派，可能就是委派村委会来跟我们找这个拆迁的，没有任何手续，也没任何人通知我们，没有任何人跟我们说，就是他这就是派一两个人跟我们说一下，你赶紧走啊，赶紧走，你不走的话，我就强行给你房子给你扒了。那他那个房子在我们修了之前给搬过来，但不是他之前的东西都搬了，搬了10-20天。他们屋里当时没有东西，但是在楼上的话，他在楼上他住这个地方里面有酒。昨天跟他的舅舅跟他的妈妈也都讲了，那一瓶的酒，我们还是租上了你，因为他这个房子。是跟他的妈妈跟他的舅舅讲好的，他的弟弟也晓得，就是他不晓得，他没有签，还没有签，那天签的时候他的妈妈来签的时候，我们农场里有点事情没有签成，又不是我们给他过渡费，在外面租房的过渡费。